定要两三千，叫你买东买好吃的买三千而已。你哥阿妈妈的呀，母亲节快乐！哦，带等于红包去加班了，报捷了，现在第二个阿妈报捷，这真正好食，这鸡真正好食。来，阿姐阿妈煮阿包好送买来，来拍摄，我恁等两久。来，阿妈包好啦，来，再到我阿妈来麻烦姐。来，不好意思哈，谢谢。来，有买较光，无买唔好光，拜托，来感谢。哦，来好，安琪，好啦，马上困啦，是啦，阿叔啦，阿叔啦。我在处理嘛。你来啊！你大伙啊，不来，你大家画画，哎，他都要上来晚上，我没报掉，啊，不好意思哈，你刚才我被偷卖掉，我够诚实吧？来，妈咪，后面点，后面点，全鸡包两，中路，这回来了。阿弟，你包几片？这个叫做当归枸杞丝乌龙丸，一台金八百块，老的起来两百块多。你就这样啊？他姐他妹猪同猪威的。再推叉仔来七八号啊！都一百块来，两块同你捡一斤刀，没两百，来七八号嘞，当归枸杞丝木鱼丸，好东西哦！来一百块，贵也别下。你不一定要丢干杯。当归，枸杞，出来一碗，阿妹干杯，钱还没借了，中午回来啊，都出来一碗走啦，来七八号，最后三个人给当归枸杞出来一碗，七八号来。三个。讲话这边八个生肖。未七个，未六个，几盘？来五个人去吃咯，一人多吃一斤蛋，来一百块来，最后两位了。当归枸杞丝木鱼丸，来当归来一包啊，去。来当归鱼丸一包，几两？当归枸杞，当归枸杞，再来一碗。来个来一百块来个，当归块。哦，你讲生意好啦，好，你讲第一，来第二单。来地大米五百，地大米四百，地大米开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块石头一个来。地大系中空，来紧嘞紧嘞，未完到，来三百块来，即六地啊，即七地八地啊，即两地都系中间。来三百块来五个人去，来三百块来，弟弟你也会啊，弟弟，讲起你也卖圣地啊，今仔母亲节较有啊，即两地都请你来，三百块来较紧。你未来，收啦，你是咧无啥货咧，来地大三百块来。虾啊，哪卖啊？虾啊！虾啊！来三百块，俺用花，用花。阿姨，你叫恁先吃完，再讲袂好。来，先拖来三百块都。呀，你爱家己吃，你爱去讲话啊？恁看你啊，你我恁另一个睇下。来三百块来。我讲讲伊人，我走，我是真正欢心咪来，我恁另一个无去啊，你。来三百块都。伊个是讲，唔来啊，我袂吃，太好，家己吃啊。红哥加油啊！不白啊！来啦，要请起来来三百块都，三百块来白带一张块，来三百了。你们忙一包白带。发。你老师他。来三百块。五个。来三百块就进来。对啊，真正就是八百了。三百块。这两个我看到，安尼我真正了着。我真正了着，我真欢喜，所以讲今天母亲节我到安尼边，十块三百已经收收了。今天才有，来我多送，我自己多送你两块，下次不要再搞亏两块啊，你两块是我心甘情愿赚的啊。来弟弟过来，弟弟掏钱过来，来三百，还没挂掉两手，来三百块别挂，来三位来，下次没有那么多块，下次是十块哦。今天有送两块哦，母亲节欢喜得，来三百块，我拢讲挂了没？别挂一张工，真正水，真正好起来，来三百，我买到了，别挂。对吧？拢装备完啊！来咯，谢谢。来，阿玲，我要吃啥？好不？咖啡，哇，中央得了。香雨吗？终于有人要理他了。哇，阿玲，香雨让我拍了。好。我马过啊。在桌面上啊。马过香雨啊，看一下。五三万是没有人在玩的。没啊，都没。哦，没啊，都没有来。来，爱吃海贝，爱吃香雨，为啥？你这在玩香菜哇？今两日拢有要拜，来香芋来大只哦。来看啊，一、两、三、四个人去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香芋，来三百块。我现聊你啊，大只哦，不是小只哦，来三百块。你有一只当嘞？来三百块嘞，来三百块嘞，这只够你，这只够十块你无得买啊，来三百块嘞，来这两只够你得，来三百块。进奖请你来三百块，要料的，我在做啊，来香芋三百块都了，进来，几只一个人十只，我要请阿哥来，这个真的做完了，来呀，干嘛？你头来唔够晒一半，我讲起来，小胖，我你两来一半。
连四只猴我无可能对啦，有时啊要连环。谢谢啦，我的人无可能较卑鄙啦，连过了我的人来300块啦，超爽啦，重新几块好啦。哎，大家敢唔敢了钱是咧？哎呦，我唔较早讲的，我发车来，头摆就无清楚啊，来，要坐啥物？来抢一个啊！无要紧啊，你无了，你嘛是会落。啊，不是安尼，来300，拢有啊！来100块，就三只，三百块了买来，100块。一箱鱼，这三块100块，真正了没有？来，朋友，你看水，哦，大盘，来海贝来。哎呀，几盘吃袂啊？你买较少的。诶，我买了买几盘啊，但是出钱搞买几盘来，买只开一千块，买八百，买只海贝来。这什么物件？要的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等我领料，你敢讲好？好好笑！母亲节哪么不？哎，小心你啊！哎呀，俩撒娇呀！这进一斤拢两300块的虾，一人一份，这里4个客人吃，全部4个客人吃。一开300，我卖千一，你行情较少啊，你若买就来200块咯。200，一个。唔免300，阿姨，就分200块啦，嘿啦，差不多3只至5只，你考虑清楚到尾啦。来海边下200块咯，200块来，200块拢准备了吼，他叫你啊后边，哎后边干咩嘢啊？好有啊，哦，我再来我唔敢收来，交过来。来这一盘就是4个，你不用担心，哎，这一盘就是卖4个而已，来6个吼。来，阿个包两个，来总共6个人买下来。六个。我这再还啦。来，冬龟丸三杯来。冬龟丸包下来，来过来。来，冬龟丸三杯来，冬龟丸，来阿个姐上高杯啊。来，当归丸，来这样写的包，一包好，准一包两个。当归枸杞猪尾丸，100块。哎呀，要掏钱，来掏钱，来掏钱，你们搞后边还拖卡棍啦。我也没听了，这个给你买啦。哎呀，母亲节快乐，这个给你。没东西，你是有宅家的啊，哪座啊？有啊，有宅配啊，一直都有宅配。小倩，记住电话0960720112，0960720112。来，百菇养生鸡汤，什么不一样啊？超棒的，超好吃的春沙酱呢，一只500块，你家己管拢看，自己打 Google 上去看，一只500多块，这餐厅靠位的鸡啊，来要吃来，没啦，哎呀，别，来，阿明哥你好，来阿叔你好，哪位姐？这只没我吧？三只呢？一人一只，真的超好吃。餐厅在用的鸡不会很差。来，需要我去把这两条叫来300块来，300块来。百菇养生鸡汤，这个真的好吃哦。来300块，这两只叫弄完了。我老母亲节应该弄几只啊？要不要一只？真的好吃哦。这是大牌，这是真专门在教餐厅用的呢。来鲑鱼，来三个不好、哦。鲑鱼，来鲑鱼，大家等很久了，不好意思让你们等那么久。来，想要吃鲑鱼外供啊，这铁板烧的应该超漂亮的。鲑鱼啊，哇，得高呀、啊，这一片就是要150、160了。记得，记得要800、800啊，因为这有够高。来，要吃鲑鱼的，给我买1800。来，500过来，九姐妹来鲑鱼，500了。三地四啊五。四地给你500，你没在买啊，真正水，特别拢无多讲，来五地，不用750，不用600，来500块，这一片再送给你，头家走啊，头家今仔看，咱头家买一只母亲节大餐啦，哎，真正好起来，等下阮下班我嘛买一只，伊嘛叫阮去食菜尾啊，来，礼拜好菜尾，食礼拜好无？两个呀，这边都开始。吃7个，一礼拜，来500块鲑鱼，好白白，真鲑鱼才贵着，不要笑。哎，我这鲑鱼是餐厅的用的，你动作安尼细点，无起眼哦。来500块来，一个剩70块，看你要准备再做鲑鱼。来500块来，快！来鲑鱼 OK 啦呢，好啦好。来鲑鱼来，好吃的哦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来的。来，鲑鱼，来进来进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哪一个上头关的鲑鱼？
欸，你们快买！现在鲑鱼会越来越贵，我卖这么便宜，我也其实我也不知道卖对不对啊。来，我们这边来，我爸我母亲节快乐啊！来，今天可以七点钟一些，来鲑鱼，我爸我过上都快乐，嗨，母亲节快乐啊！有卖照，快点按合照，啊，给他来打折，欸，可以八万，等我通，给他合照按千五万，欸，给他给八万，他不要按了按钱哦，来。来，科阿鱿鱼多三倍，科阿鱿鱼来好了，科阿鱿鱼来，快来，对，接，来小姐来，你要什么？鱿鱼啊，科阿鱿鱼好 ，OK， 来科阿鱿鱼多三，上五倍都还了呀，我收六个，够唔够？我拢五倍，来科阿鱿鱼鱿鱼啊多上五倍，我死啊，哎，五倍冰冻啊，挂我，别扯心外困了，来，阿鱼啊，包好了，来，都吃五倍起来哦。五块钱啊，哦，五块钱的啦，这里有拿钱的啦，谢谢。来，还得要多少三倍来？来，要我给你银钱，你银钱啊，贵多呢，好啊，多。你要钱车吗？做我搞，我做派出去呢。嗯，你要搞降落的呀？来，五块钱来，意大利面，四个客人，来两百块来。对吧？同志兄弟，要吃意大利面，动作快！来两百块给我来，来三包你来，七包你来，五包你来，两包包。意大利面我来不叫，超级好吃的意大利面，来两包你，来七包你，来九姐妹来两包，来七包包可以对，假送母亲节快乐，来八包你，有你四包的成就，来两包过来，来最好的回来给，可以吃蛤蟆，好，你要你要，来两包过来。来老包，一包一包来，老板在几位台？对啊，这样的。小姐不要走啦，等一下，特别秀，特别秀的。他俩红哥被跳钢管了，要不然我再跳跳跳了。来五百的，来这假蛤蟆来，这几半啊？蛤蟆太屌。今天没有买到蛤蟆的，动作快来。怎么样？哦，开始开始。来蛤蟆买两百啊，蛤蟆买一百块，蛤蟆买九十。蛤蟆要八十、七十、六十，你有要吃蛤蟆，拜托来较严谨。有要吃的来，二十块我都二十块来，一人买一份，买两份没关系。来二十块来蛤蟆。咸猪肉。蛤蟆二十块，进来蛤蟆二十块，卖完了呢。来蛤蟆二十来，进来进来。哎，这边摕两个出来煮蛤蟆好不？来蛤蟆买二十块，通通买到了吗？蛤蟆二十，二十把来多来，谢谢。人家走的啦，去陪我，去陪我一二十分啊！哦，我甲物件拢订完啦。来，蛤蟆二十块来，喂喂，一两三四五六六个哦。来，去广告包六个。多少个？一个都剩三粒汤汁，容易哦。去煮一碗红汤面。来，要吃柠檬鸡腿排来两百块汤，柠檬的鸡腿排好无啊？第十多人一直讲，阿爸阿找袂出来，我讲，来一个那边六支两百，六支给你，来两百块。柠檬鸡腿排这么贵了，我来打针得，八斤两百都收下来，人家啊，太困了。头家，早啊，母亲节快乐，包皮来，当叫你来，两百块来，一个人十支，十支给你们没关系，要别人来。柠檬鸡腿排两百都，够人冇买得饱。柠檬鸡腿排真正咖喱，你家去看卖，三公公这名较好吃啊。来，两百块柠檬鸡腿排，来最后一位了。对啊，姐，让给我们忘记了。来了，大伙，别玩，真不错。来，请姐姐让给十支哦。来两百块。好，来，咱介绍各位了。这喜贺啊，真真好吃啊。干哪搞的啊？你都别让花的啊，还不用苦你。来，阿要吃葱抓饼好了。葱抓饼的变变的。你看来第三杯啊。哦，他搞小花芒果。袂啉袂啦，袂啉，吃囝的啦。啊，袂啉点点，我乖，我乖，喝烧酒啊。来，葱抓饼来。一包十袋，分只两，来两百块两。真正好食，慢炒慢炒慢炒。今仔无饼还袂使，你等下吹辣椒了，吹蛋糕。什么叫吹辣椒？哎，辣椒就是暗时啊，嘿啦，嘿啦，滴辣。啊，有臭皮鞭无？一点四公斤，皮鞭已经抽歹呀。这样买一包来两百块，大谢谢。你买买几块来葱糕饼？超级好食，每礼拜拜六礼拜锁定王东煌海鲜叫卖，王东煌哦，不是王东煌哦，不是王东平哦。来两百块三个，买你一包，送你一包。
好好吃一个好吃，来两百块头，葱抓饼200块，春节两块，来两百块，来大哥来，谢谢，来两百块最了解了，给葱抓饼200。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，没有葱抓饼了，来两百块，葱抓饼了吗？来200块，葱抓饼，钞票到完了，快跟我吃三包了，好了，可以计价了。买一包肉来200，来一包肉。无啊，剩三包，到尾袂恁安尼，卖完恁就变卖啊。来三包要，最后一包，来大杯，真正好食，暗时还可以当敷脸。食无完，可以当敷脸，真正好用。三哥，我倒好甜啊，我死啊我，食我死啊我。来五百。干啊，红哥伊啊，红哥伊无赚钱嘛，我倒手好无？来五百，对不对？你哥怎么的？干啥？我创啥的呀？买黄米干贝贝好。来啊，你哥要啥？你来给我讲讲。这两只老虎是你家的老虎。好，拢干贝贝。来黄米要1000，开变八变，来500好啊都。来两个人给买黄米无啊？哦，大杯无。来500好，黄米来500块。来七百块，你来黄米五百。来，你两个买都。来500好来，拢我你呢。来最后一位黄米，来500好黄米买500。最后一个人给500好，不啦？黄米还有人需要黄米吗？500块都买到了没？来，大哥要来，很快。真是好吃啊！哎，你们需要箱子吗？需要箱子要讲吗？有啊，还是。我有没有处理啊？我有处理啊！红哥哥的明白，红哥阿勇，材料星期五不等。对，哎，今天好不巧，星期五在陪爸吃饭呢。来，我要借来松叶蟹脚排，一克要80，两克要20，要借来哈，这个不用煮了。阿你靠边借，但是你做这人啊，陪着煮嘛，煮会个拢 OK。来，要借免少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松叶蟹脚排，收价。要借一克要几多？三黑啊，三八面，来200块，招姐妹来，送一件条纹200块。谁啊？峰哥，谁啊？峰啊，你搞来？峰啊，对，这双吊面，对，小姐，对啊，等你被接啊，等你被接啊，你肯接我啊，小姐，我不讲不讲过，叫你经理来，对，来，阮的，来阿姐哥话的，飞机哥话的，对，飞机，我还记得嘞，我要放在箱子里面。没事没事。我休息2分钟。我因为我挂寄一条黄金给我，我要。我话我自己偷的，偷的，我话。阿妹，我 OK， 我有这个不良人，没想过。你两个拢唔相信？乖乖乖乖。你两个拢唔爱相信？几钱无啊？几钱无啊？5块。边啊？来200。小姐啊，200我都150给我就好，没有了。来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快点，大火了，火了。香菇等来啊，香菇等来啊，你不是扯香菇？不好意思啊，没有。香菇回来了啦。香菇，我大哥也可以。来，二阿春虾啊，来毛冻啊，起来画画，毛冻。来阿杰摆个好不？猪摆个好不？来，五。铁路猪排二啊，足济人无买食。来毛冻。营养又好吃，来杯酱200块，能毛多200块嘞，200块。毛多杯酱来3包，你来200块嘞。大哥，你还有什么？春江两包。来蛤蟆，好蛤蟆。哎，刚好来杯酱毛多哈，来200，这样可以3包200。真正好吃，100块我都100块嘞，3包哦，来100块来，大哥要200块。100块毛多100块，哎呦，我毛多3包卖恁100，恁两个。都可以了，给我来100块，谢谢姐，可以吗？来掏钱，好吃又给你，来100块，卖的真便宜，来100块，够了上包不了，我够红给个客人包掉了，快拿钱给帅哥，来100块来，拿到100够上包花点红给，来，这个拿到了，烤鸭，来，拿到100够上包一点给你，100块，通通买到了哈，好，谢谢。没有啊，没掏钱。给毛豆存钱了，毛豆，毛豆，来了吧？毛豆还比给没啊？老老不要拿了吧？来，又掏钱了。什么啊？毛豆，毛豆够了，没给了吧？毛豆最后剩下这里的，通通没有了。好，来，好，阿哥边上。来，您听众，多的不？来，给150对啊，这里150。150，九只是多少？
好吗？多少？早餐了，早餐了，早餐了。我不知道你去吃了，150啦，就对了啦。来啦，不要怀疑我，来，我们讲这牛二两吃小腿了，全家两来三包货了，冷包你的三包肉。不叫牛二两吃小腿，谁要吃？300块，三八，三八，三八，不要红。你看牛二两吃小腿，加后加米粮，准叫人家两。买一包等于七只，用这个起底锅七只锅来，100块，这样买一包来，100块，牛二两吃小腿，一包一斤重哦。来，100块有没有吃？香菇2包。香菇要20包了，2包也了，出去我那2包了，回来2包得了。来，100块，牛二两吃小腿，哎、欸，这好东西呢，拜托、哦。你看专心嘛听好不好？牛二两吃小腿，来100，你要几包？好吃哦，这以后没有货了哦，别备2包，麻烦哦。来，聊两次，哎，我讲过不还？母亲节快乐！来，100后来，哎呀，替我把他设公爵，来100。哎，聊两次，小腿都买到了，我前进去三四包了呢，阿哥别别玩，啊，真正好笑啊！二来，二，100先来，来，还有叫这盘200，来，九小姐，咱们接下来200哦。今麦讲八点都少了，来，接人家买酒来，卖讲八点，卖讲九点。我十条你来200块，九头姐妹来200块的，这里8片9片来10片给你，来黑胡椒猪排谢小姐啊，来200块的，来帅哥要来赶快，哇，吃串嘞，来200，你两个要冲咖啡，等你等你他剩好了，哎，这空空顶住，妈的剩好了，来铁路猪排200，无酒搁干啦，无酒搁干啦，刮串啦贵啊啦。来200块来了，来5碟，来6碟，今晚就给我一个赢了。来备钱200块来，这是铁路猪排，没通通了哦。来200块来，不要了啦。赶快高碟、大碟、大碟，来200块，纠结人家价，铁路猪排200块来。你拢俩咩呀？铁路猪排全家两人，没有了。好来，铁路猪排卖很少，你也边得，但我随便。全家得，全家得，无风哥带个陪陪伊啊。来，要吃地板上要讲啊！来，算你来。鳕鱼啊，变变。是吧？有高吧？来，要吃，500块完的，不要买。蛤蟆好了吗？蛤蟆好了，先发下。安尼收完，安尼收完。我蛤蟆好好嘞，我搁送一毛银来。啊，要来变平板，安尼收完我也可以。来，拄只蛤蟆三尾来。无走哦，要吃完再走哦。关掉玩家照哦，来有买蛤蟆的吗？有看，紧两把我接落去。来讲完了吗？春节包讲完，阮家己卖甲烧抢，今个这包放伫遐，规个包无人要插伊。五个人客啊，卖卖200块，有要吃阮的春节讲完，来100块给我们。来100块了，来五个人客了，来讲完100块了。家里好，来100块讲完。哎、欸，我们家的贡丸真的很厉害嘞，怎么只有一个客人买啊？这样就奇怪喽。来贡丸，我应该换200块物件，700块恁七家跟哥路哦。来100块贡丸。来，唔免哪个，来五个人去吃，规盘拢我恁啦。5个客人吃就好了，贡丸700块。帅哥，买100块贡丸，超好吃的，我不骗你，这个买100块，买了。